第二位是大陆泰斗级演员李雪健老师，饰演1999年《荆轲刺秦王》中的秦始皇。李雪健老师则更多的琢磨于秦始皇的阴险与反复，在他的精湛演技下，为观众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一位带着歇斯底里般神经质，同时又暴虐、冷血、心机重的秦始皇形象。剧中李雪健老师演技炸裂时刻，把秦始皇的癫狂野心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所以这一版也是秦始皇最狂野阴险的一版。第三位是曾风靡一时的林峰版秦始皇，2001年《寻秦记》横空出世，成为当年的剧中爆款，而林峰饰演的秦始皇也是看点十足。林峰本名林一峰，生于福建厦门，两岁移居到香港。当年林峰刚出道就已经尽显演艺天赋了，无论是赵国那个单纯天真的质子赵盘，还是成为秦始皇之后那种残暴、狠戾、霸道、心机，可以说都被演绎得相当到位。这一版的秦始皇也是很多80后、90后的青春回忆。